那啥，哦哈哟，今天终于算得上是哦哈哟了呢，也现在才10点钟。今天是单独行动的一天，因为胖友今天去买东西了。本来我今天要去石奈川的，但是今天起床后身体状态不佳，然后就在京都市，在东京市内转一转。因为前两天也没有去什么地方嘛，第一天就去了那个上一次来去的那些地方，就是浅草寺啊、秋叶原啊什么的。就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就是在京都这种时髦的地方，根本就我都没有看到过我看过的，没有基本上没有看到过我看过的番。就像我这种老年人，可能已经不适合生活在秋叶原、东京这种繁华的地方了，还是大阪好了。最起码那动漫，我最起码见过啊，是不是？这边就真的我都没有见过，可伤心了。然后第二天去了迪士尼，昨天去了代代木那块，就是池袋新宿那边。然后今天呢，本来是要去神奈川的，但是我今天就准备，其实又去动漫之旅了。我要去那个，先去京都大学拜访一下，然后去小巨蛋那边的 Jump Shop， 然后去池袋那边。真的，池袋真是个好地方，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就记得池袋那边的啥来着，那边动漫店特别多，然后还有那个 Keybooks 的乱七八糟那些什么动漫馆、 Cast 馆这种动漫馆、声优馆之类的馆。然后呢还有然后我今天早上在宿舍门口蹲着的时候，发现那边现在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漫威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然后而且还有一个 J World， 就是 Jump World 的一个会场在那儿。然后就准备去池袋多转一下，如果下午有时间的话，我就去看马斯达欧尤基的舞台剧。然后希望有时间吧，但是他那个会场真的挺远的，所以我还有点打怵。其实这次来东京让我有一点失望，因为感觉东京这边不如京都，就是在一个静谧祥和的地方待惯了，就觉得这种喧闹而又嘈杂的场景不太习惯。但是还是路过小公园，然后我就要去坐车了，先去东京大学看看人家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这样啦，一会儿见喽。现在在东京大学了，这里真的超好看，我觉得比京都大学要好看很多，真的超漂亮。这里可就是这样子的建筑，可能看不太清，但是真的这里特别好看。我刚才去那边看了一个博物馆，但是我看特别不认真，马上就出来了，因为今天非常赶。吧，这好像猪八戒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种猪八戒的感觉。红楼棕红楼真的超漂亮的，等一下好这么轻哦，拿相机录一下。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真的，东京大学太好看了。刚才我去了那边有一个门，在啊，然后呢，刚才有一个门，然后我就进去看了。我就过去想拍一个照片，结果他连校园都没有。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里已经可以看得到小巨蛋了，看得到小巨在那里，就那个白点积木。小巨蛋，要去底下那个帐篷店，然后过去拍拍照片。京
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京，东京，京都，京东，这真是好难分啊。嗯，我就刚才在京都大学真的特别好看，但是拍照片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看，我自己拍照片特别不会拍，就不知道为啥，然后也没有找到那个周边店，就是京都大学卖周边的店，卖京都大学，卖东京大学的周边的店，然后就好吧，我就放弃了。现在去小鸡蛋那边的站铺上铺，耶，行きましょう。来日過ぎた天気予報は外れた傘は持ってない雨の日には浮かない顔で膨れてた君が好きだった哎，接下来我准备开始了，我的相机。真不敢往外拿，是龙吧？世界上最愚蠢的我，扭蛋第二蛋。都是因为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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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手也是真可怕呀。我的妈，我又傻了，我以为会是一个那种小条条，结果是贴纸，厉不厉害？是贴纸。好好好，贴纸，很可爱，带着名字的。我要再抽龙马，我就去死。第三个，波光，手肿波光，耶，看得清吗 ？Deska 不肿。我的妈！我真的惊呆了，这是在卖什么呀？我真是服了我自己了，我真的是想这个面快要想疯了。我下了车以后，出了车站，完全不费力的就找到了，就是五藏的。什么先？就是这一家。Baby, tell me what it changed. I'm afraid you run away if I tell you what I wanted to tell you.
的，就随便。我喜欢火影，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超喜欢这个 UP 酱，很好看。それでは皆さん、ご入場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